咱当心来祈祷。听堂官的主上帝，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愿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我的生命被你所救赎，在我日常生活中，把我用祈祷的心来寻求你，我用渴慕的心来求问你，特别是每一个主日的礼拜，我用祈祷渴慕的心来到你，主你的名所设的永恒教会，我相信你要听我对心来诚心的恳求和代祷，无论是为我家己、为我厝里的人，还是为了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同事，我有声无声祈祷，你拢要较会听。有时阵啊，我是用不满，甚至是怨叹，总是主啊，你永远会听我这不满的声，因为你知影我的苦楚，你知影我的无助，你知影我有时阵实在真无奈，总是这个拢袂过当你对我的听，你就你的救赎。啊，我有这个福分，啊，因为我是主你的子儿甲查某囝身份，我就勇敢壮大来到你的身份宝座前，将我的事事行行来来去，啊，主你的阿弥康来听，啊，无论是我心内，啊，还是我所想的这念头，你拢知影，啊，因为你的道路还归我的道路，你的念头还归我的念头，虽然有时阵。啊，我未明白你的心意是怎样，总是阮有一个确信，就是你是啊仁爱伫阮的心中，你将啊上美好的来赏赐予阮，你所安排的啊对阮是上好。有时阵阮真正是一时间阮无法度来明白，总是通过啊主你圣神的启示，主你的圣神的帮助，阮度过这难关以后，阮才知影。原来主的安排是这样美好，我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用你献上我的感谢和乐，可是也受你的圣名。阿弥陀佛，大家平安。啊，耶稣呢，度过这个加利利河，然后到对岸的叫拿西。咱的主一路船就拄到一个被邪神附身的。啊，咱看起圣经。所以来记载，这个人伊一向拢住伫这个坟墓，啊，包括这个邪神来附身。啊，伫这个文约的这个圣经内面所写这个坟墓，啊，就是一个无清气的这个所在。民数记的十九章的十节安尼记载讲，只要若接触到这个墓地，啊，是这个过世的人的身躯，就是无清气。换句话来讲，啊，这是一个无真无清气的人，哦，鬼附身，然后佫住伫这个坟墓，通讲的是啊，是完全啊无清气。啊，甚物人接触到伊，拢需要呢来隔离一段的这个时间。但看起这个人，伊怎样是通一般的人无共法，哦，一般人，哦，啊，但是咱来看二十九章。因为耶稣命令邪神对迄个人出来，因为邪神常常掠伊，人用铁链勒伊，用脚铐铐伊来固守伊，伊就踹断所发的伊的器官，啊，伊互鬼赶到伊这个旷野，啊，伊甲人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地的这个所在，就是无人会通控制伊，也是讲咧，甚至伊家己嘛无法度控制伊家己的这个情绪，也是讲这个暴力的这个倾向。所以人就用铁链、手铐、脚镣这物件来家己约束，总是呢，啊，有时阵嘛无法度，因为呢，伊有真大的困难会通将这物件来扯断。所以咱咱看到圣经这个描写呢，就啊，互人真惊。我想啊，唔定当时啦，唔敢接近伊吼。那现代啊，咱望他接近这款的这个人，所以呢，这个互邪神附身的人呢，啊，一定不是一般平常的。再来呢，第二个伊向一般的人无共款的这个所在是记载伫二十七章。
耶稣离开船上，话有一人对城门出来拄着伊，是犯着鬼的，久久无穿衫，无踮伫厝内，独独踮伫坟墓中。来，佮咱一般人无共款呢，伊是无穿衫，然后呢，佮年纪呢拢伫这墓地，伫这旷野伫遐大发大急，甚至呢佮摕石头呢拍家己。这是另外一个共款福音，马可福音五章五节所记载的。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讲，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凶恶，也因为安尼就无人咧敢行过这条路。可是呢，咱的主耶稣呢，却偏偏伫这条路来拄着伊。这个人捌摕石头来钉家己，咱嘛可以想象。伊来伤害家己，会流血，会即个流伤痕，甚至呢，住伫即个粪扫堆内面，冒迄个真强烈的即款的即个臭味。佫较恐怖是，伊手内的即个石头呢，唔惊伤家己，嘛有可能会伤人。所以呢，莫怪圣经记载讲，无有人敢行过即条路。佫来伊第三个较无。甲无一般人无共款诶，就是记载伫即个二十八章。看见耶稣就哀求，趴伫伊诶面前大声讲：“至高上帝囝耶稣，我甲你有甚物感谢？求你无得苦错我。”即个有相信有信诶人，毋看见主耶稣，就赶紧走来跪伫伊诶面前，并且对耶稣来话讲：“至高上帝囝，我甲你有甚物感谢？”有心伫伊个身躯顶个即个邪神，也是鬼，拢真清楚知影耶稣个即个心。为甚物你来干涉我？求你毋通苦错我。虽讲即个人个伊气力真大，住伫即个坟墓个内面，坟墓中总是予人真惊呀。所以大家就哪来哪远离伊，所以是一个离开人群孤孤一个人跌倒。伊甲一般人呢，无法度呢来做伙斗阵来即个生活，所以呢，伊嘛已经来习惯即款的即个生活。当主耶稣出现伫伊面前呢，开始要将即个伊身躯顶所有邪神来赶出的时阵，即个人也是讲比较较正确的即个讲法，就是带伫附身伫伊的心内的即个邪神呢，大声来哀求。因爱主耶稣呢，卖苦楚因，互因继续呢，会通踮伫即个人的即个心上。总是咱的主耶稣靠可能安尼来温存这些邪神因的即个要求。所以呢，主就将附身伫即个人的即个邪神呢，来赶出伊的即个心上。当然呢，进前的圣经记载讲，即个人呢，主耶稣也捌甲伊将这邪神来甲伊赶出。总是呢。圣经无讲到底是啥物款的因果，这邪神呢，佫倒转来伫伊的即个心中。但是即摆呢，主耶稣呢，就咧用即个特定的方法，将这邪神呢来赶出去即个人的即个身躯顶，然后呢即个呢即个邪神呢就入去即个猪的即个内面，然后即个呢猪就冲入去走入去即个湖。这个湖呢，伫这个圣经内面的这个湖的这个这个上下叫做这个深渊。这个深渊呢，就是呢，这邪神应该去的这个所在。所以第二摆呢，主耶稣呢就命令呢，这邪神呢去到伊应该的所在，应该去的所在就是这个深渊。伊安呢无搁再来这个刁难这个人。咱看见呢第三十二章有讲到的讲，只要这个山名有一群的这个地，其实呢，这是犹太人社会的中间呢，认为呢这是无清洁的动物，是唔通食，也唔通摸。对犹太人来讲呢，饲猪呢就是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所以嘛，可能想象讲这个吉拉森的这个所在，有可能是犹太人咧住的这个城市，还是讲呢，有大部分应该是这个非犹太人伫住即个所在，所以呢，因只我当然偷偷去饲伊。这对于吉拉森人来讲，这是一笔的可观的即个债务。
若是以现在的这个时间来看，一百斤的这个的低廉大概呢，可以卖到呢八千块，啊，咱就知呢两千只低廉的通卖到一千六百万。啊，当然呢，伫这个耶稣时代呢，两千只的低廉无可能一个人所拥有。啊，迄时阵的人呢，拢是这个小家庭吼，像假设拢安尼饲十只、二十只、三十只、五十只，所看起来这两千只伊的应该是大家共有的这个财产，因为迄时阵的无一个大型的这个养殖地吼，所以拢是一家一户安尼家己饲吼。啊，一旦接到这个两千只呢，他讲的是大家的做伙，袂输做伙投资，啊，然后呢？做回来啊，饲的这个数目，所以咱就嘛发现着讲啊，有的人卖利用这种的这个啊人的这个可怜，然后呢来安抚这个啊不法的代志啊，因为呢无人敢经过这个旷野啊，这个比鬼有心的人大的这个啊墓地，啊所以呢，伊就迄个所在，因为这是无合法，所以就伫迄个所在无人敢去。啊，甚至我想政府官员可能嘛唔敢行过迄个所在，所以呢，啊，因就好胆呢，规划去饲遐个猪啊，吼，然后来趁遮个钱。第三十章呢，耶稣呢问这个啊父亲，伫这个人的心上，这个鬼讲，你叫做啥物名？伊应讲是这个名吼。啊，这个名呢，其实是这个啊罗马时代呢这个军事的这个名士吼，就是亲像一个军团。遐尼大大概呢有两千个即个士兵吼，啊，为什么即个人会通会当呢有即个困难，将即个脚镣、手铐呢解脱呢？啊，那照圣经所记载，是因为遮尼济个鬼呢附身伫伊个身上，所以呢力大无穷。啊，犹太人呢有一个观念吼，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即个形象，也代表一个人的即个生命、即个特质。啊，这个形象甲特征咧，伫上帝创造生命时阵，就予这个人啊，伊伫这个生命内面有这个天，有真神秘这个啊特征。但是讲咧，这个人予邪神来占领伊心灵咧，已经伊家己袂记家己是甚物人，伊袂记起咧，伊是上帝所创造啊，伫做甚物代志。现在耶稣来问伊个名，就是要帮助伊，予伊恢复。啊，已经偏离上帝起初所创造啊，一个人应该有的形象。伊甲一般人无同款，嘛甲上帝所起初创造伊的形象拢无同款。这邪神知影无法度抵挡耶稣要赶离开因啊，离开这个人啊，伊这个力量，所以呢啊，伊就改换另外一个方式，叫耶稣给因呢来进入一地。总是呢，耶稣呢，唔惊呢，啊，开入去滴，佮将，或者伊葬了伫即个山脚，阴死伫即个墓，就是入去因啊所爱念的所在，就是圣经所写的深恩的所在。圣经中呢，字是无清气，但是呢，写神嘛是代表无清气的力量。然后呢，即、這个墓，即、這个深恩嘛代表着这写神魔鬼撒旦的这消灭力量呢。应该去的这个所在，啊，才会来调查调查，啊，危害着人的这个生活。无鬼的所在，也是讲无鬼附身啊。无论是人，无论是所在，无论是物件，就会这个啊，还原到本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啊面貌，重新呢来啊建立应该有的这个历史。啊，其实生命是无变。啊，咱社会上上大的这个毛病，就是用数字啊在量一个人。啊，生命计较不在于咱的生命拥有有偌济，乃是伫咱的生命充满偌济的痛，并且呢，你接受偌济的痛，然后将这个痛来运用去，这才是一个人生命计较。对待这个每一个生命，伫生命中间并无有这个贫贱富贵的分别。啊，黑乌的阿嬷啊，这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叫做白宝珠宣教士。啊，伊开始呢，伫台北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六星园，
以及咧即个各地的即个乐山园、乐山园的疗养院伫遐服务。伫迄段时间咧，伊发现咧有真侪只泰戈病是对病患来。所以1955年的即个春天咧，伊就去病患啊，离即马差不多已经咧60年前。伊去病患咧开始咧啊，53年久的即、這个啊服侍。伫即、這个啊，即马即个私立的病患病院的前身。平和病院伫遐咧，啊，为着即个泰戈病，啊，伫遐做医疗的工作。啊，伊伫所写即个笔记内面有三件代志，可能感触真深。第一件就是对1959年平和病院成立的，啊，伊去遐服务，就特别伫病院中间咧来复习有泰戈病的即个困境。啊，伫服务53年的中间咧，拢总换咧13任的院长。每一摆咧，换院长咧，院长拢会甲伊问同款的问题，讲为什么要伫咱的病院来设置泰戈病的门诊？第二，啊，伊特别提起讲，伫平遥咧，若是有泰戈病，因为安尼来过世的人，啊，病人的厝咧，就爱将伊的名单讲，咱知以前的无家属，啊，大家拢惊查吼。啊，所厝里若是泰戈病人过世咧，啊。即户的人家就要将厝里的连堂讲给拆起来，并且袂使煮饭，因为呢，啊，配偶人认为讲呢，啊，迄、那个煮饭的烟啊，去要走出去，对庄里的人会受到泰戈病的即个传染。过来第三，当时若是有囡仔因为泰戈病来过身的，父母拢袂使哭出声，就安尼，严严啊，将囡仔呢，啊，对头到脚呢，拢甲包咧，啊，袂使哦，互人看到。啊，点点咧，啊，爱伫身躯顶，行到伫房间去拜祖，但咱老话使，袂使哭出声，因为咧，整年的人，当时的病患的人，认为讲，若哭出声，啊，即、這个病菌咧，对，随着即个声音咧，散布到伫空中，然后咧，会感染到其他的即个感染的人。咱看起今仔日病患人，无过因为有人啊，患着泰戈病，惊惊不安，其实就是讲。被保住宣告书啊，伊伫遐的即个服务奉献伊一生的生命有彼此关系。53年毋是一段短短的时间，也因为遐所会听啊，被保住宣告书伊用生命甲平和人相处来温暖耶稣的救恩和平和人。即款的听已经毋是金钱数字的即个问题，乃是伊看人每一个人生命是多价。特地用53年的时间去听平和人的生命，关心平和人因身体的健康。再来第二项拯救的代志，啊，咱看起咧，啊，主要所为着偷放一个人，啊，拢总咧花费1600万。啊，今仔日的教会，咱到有可能为着要救一个人，开1600万。因为拄则无主讲嘛。一只猪若100斤的，伫即卖咧低坡的即个价格哦，100斤差不多18000。他主要说咧，为着要救即个人、套放即个人咧，他拢做咧啊，有用2000只猪的价格，2000只猪乘以8000股，多1600万。啊，咱要救一个人的灵魂，啊，要关心一个人，啊，咱够可能开1600万。啊，我想这嘛是咱特地咱来思考的。甲一个人的性命啊，无比来讲，啊，我想伫主耶稣的目睭内，1600万无算贵哦，咱救一个。第三，啊，当这个人互主耶稣掏房了后，原本伊要对主，要做主的这个温度，啊，先四月去发挥，但是主呢，啊，赋予一个使命啊，叫做呢，在职团队，哦，叫伊倒去伊的这个枕头，啊，将伊的比主以后掏房的人。啊，到底怎个人？伊阿来甲伊讲，那代志是何安尼？啊，伫五谷堂牧师的这个回忆录咧，伊有咧描写讲，伊的老爸咧来信耶稣的经过，就是讲伊个枕头咧有一个土匪叫做李冠，啊，这个李冠咧就信耶稣了后咧，这个行为态度完全的改变嘛。咱知古早土匪就是人抢啦，是人卡油啊。拢是即个土匪李冠咧，伊信主了后咧，伊就开始去种水果园，开始去搬水果，去菜市啊卖水果，啊，教伊趁钱来生活。
无过亲像以前做土匪安尼，啊去共恐吓啊，去共抢劫啊，是讲去共偷。那这个美国呢有这么大的改变，他所以就啊参考伫这个黄武东牧师伊个老爸啊黄伦先生的这个啊遗憾来，他所以是真好奇讲，哎、欸，以前这个人是安尼作恶多端哦，啊是这个真爱的这个恶霸。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伊想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哦？起码是什么情形，才有这个人的改变？啊，伊就去教会啊，含伊接触，哎，想袂到真正的啊，伊呢改头换面，修脚洗手，真正是一个呢，安尼，互人呢，连通甲伊接近做伙，啊，互人连通救着的一个人。啊，所以这吴东牧师伊的老爸。啊！去到伫教会看到实在情形是安尼，伊就决心来信耶稣。伊感觉咧，信耶稣会乎一个人的生命去变改变。啊，所以咧，黄伦就将这个信仰来传给黄武东牧师，然后黄武东牧师把将这个信仰来传给黄兆成院长。原来咧，进前将伊的黄兆成院长啊，伊的老爸就是黄武东牧师。啊，所以咧，啊，咱的厝内希望，等咱咧得到这个。啊，被救赎的生命，咱的生命被救赎了后，咱咪通见证甲传扬。啊，无论你是真正是一个专心侍奉的人，还是讲你是代志侍奉，啊，这拢是主的心意。啊，三个来祈祷，听他们关的主上帝，愿我每一个被救赎的儿女的生命，拢有通来应承你。啊，无论是伫我的家庭，伫我的亲人，伫我的同事之间，啊，我拢有通接受。一个有见证、有好名声的人，有主你的名来立的高举，也予人因为我的性命改变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也甲我每个人来立的一个被救赎的福分，我担心祈祷恳求，不需要说的，阿弥陀佛。